若不能让你年轻10岁，貌美10倍，我便倒贴给您10两银子，如何？这位大姐，可愿与我打个赌？赌什么呀？若是我用香草糖的东西给大姐上个妆，若不能让你年轻10岁，貌美10倍，我便倒贴给您10两银子，如何？10两，这10两，这10两啊！就你这店里的东西，真能让我貌美10倍，年轻10岁？可愿一试。愿意呀，当然愿意。有谁会放了10两银子不挣呢？是不是啊？你说是不是，大伙儿？10两！哎，这什么呀？这都是什么东西？10两，10两。大姐别动。 见识啊！刚才多有冒犯，你别跟我一般见识啊！没事，哎，你呀，你的神仙还有神呢，谢谢啊！这香草糖的东西真的就这么神奇吗？霓裳，你不是在变戏法给我们看吗？不好，这样胡说。什么妖术啊？这胭脂水粉本来就有修饰肤色的作用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哎，对啊，这无非啊，就是上妆手法好一点，别蒙了。这位姐姐说的对。 胭脂水粉的确有粉饰的作用，但是呢，我们店的胭脂水粉可与别家不同，采用了多种配方，而且还是稀粥独有的草药调制而成，它的效果啊立竿见影，并且还能滋润皮肤。哎呦，是吗？这是。不过，若是皮肤不好，像什么长斑、起疹子、脱皮这些的，那靠胭脂水粉可是救不了的，得从内而外的调理，内外兼用。 方能治标治本。哎呀，你们怎么那么磨叽呀？你看我，那么丑的一个人，变这么好看。你们还在这说三道四，我去买了啊！刚才给我擦了啥？一样来五瓶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我也去买。里边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来来来来来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进来，里边请。你给我漂亮点，不是？